汤汤啊，汤汤，哎呀，这个是叫做温泉啊，温泉，温泉啊，温泉，你看水一直冒出来，汤汤还是妖魔。鹿儿岛境内的南国交通机场专用班。什么感觉？就是肉啊，就是肉啊，就是肉，没有腥味，没有特别的味道。好吃吗？那口感呢？这一块比较 Q 一点，比较 Q， 比较 Q， 还蛮有嚼劲的。在玩什么？上面有什么？马。哎呀，好不好玩？好玩呐！那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？这里好，我们在雾岛神宫哦。雾岛神宫。